近日，有记者拍到王菲带着小女儿李嫣现身街头的照片，照片里的天后打扮得依然很清爽干脆，她一脸笑容地在和一位男性好友聊天，而一旁的李嫣则穿了一件白色的 T 恤，而她佩戴的墨镜成了最大的亮点。原来她把墨镜戴在了眼睛下面，这样独特的戴墨镜方式，再加上双臂环绕胸前的姿势，真的是时尚人士的标准形象啊！很多网友在看到照片后，纷纷感叹王菲的基因真的是太强大了。女儿虽然年纪还小，但是时尚敏感度只比很多老道的时尚博主，而且在没有表情的时候，骨子里透着和母亲一样的酷劲。之所以小小年纪就这么时尚，除了遗传了母亲的强大的基因外，相信和她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时尚品牌的活动也有很大关系吧。再加上周围充满了外表光鲜的人士，因此年纪小小的她一直都被大家看作是时尚博主。您觉得呢？欢迎留言评论。